自助餐该有人带呢。拜位呢？哎呀，自助餐呢？贵宾。走红毯丢了，走红毯啦。你无红毯？我无红毯，我是走干。我是走干啦。第一次自助餐有人带了，啊，是的。我刚才在走，应该免钱吧？既然安尼，你把它吃到饱，载体的吧。